这把排了一个很调皮的幽默飞镖人，虽然他对我没有什么威胁啊，但就是跑得快啊，灵活啊，顺便停顿啊，嘲讽我跑得慢。剑魔这个英雄呢确实比较笨，但是经过一系列加强啊，在顺风局的情况下，剑魔已经不需要靠技能了。我经常看的啊，顺风的剑魔大招一开，对吧，一过来对着脆皮一刀就是半血。为了感谢这个杰哥六我啊，这第一把暴击剑魔就给他了。你就是再灵活，你总不可能把平 A 给我躲了吧。装备很简单，就是老一套，就是在幽梦和三项后面啊加一个爆穿和银血，想再暴力点啊可以来个无尽或者是个火炮，当然求稳的话也可以复活甲，就很简单，打团找个侧面的位置，等队友打起来了开大招，对吧， EQ 捅一刀就能把脆皮秒了。虽然这么搞有点脆啊，但是用来制裁那些啊比较灵活的英雄还是挺好用的，因为他们的刻板印象里啊都是剑魔是个笨逼啊，我可以溜他。我第一次遇到这种剑魔啊就是玩吸血鬼啊，对吧，中后期我以为我很骚，吸他一口啊准备开 W， 然后他开大啊 E 技能一个被动平 A 啊暴击我没了，我还以为他不会出装备啊，结果人家就是针对你的。前期的玩法还是不变啊，还是以技能为主，三件套以后啊就可以考虑用平 A 了，反正对面灵活啊你也 Q 不到，所以我们出这个装备啊都是用来针对对面那种灵活的阵容的。像这把啊一个永恩一个骚杰，你正常出的话可能后期你不怕劫，但是打永恩比较难啊，我们出暴击的话大招一开啊两招给他捅死，然后我们集合拿这个先锋啊，这个永恩一马当先，我们直接开大招啊回血，这里龙龟嘲讽没了，我们三段 Q 直接吸满，后面骚杰来了收掉我们家的这个啊维鲁斯，这里我们直接跟着 AQ 进的好了，一段 Q 啊二段 Q 我三段闪，诶他 W 又好了，那这样的话追不到了。然后拿完先锋我来控制这个双资源，龙龟还想硬抢啊，先一技能拉开，血量的话比较低啊，这里的话鳄鱼进去他咬这个龙龟虽然这么做有点抽象啊，但是对面好像不打算管的。永恩收掉石头人啊，我们这边的话 EZ 过来了，我们直接一技能被动啊捅死他。先锋放中路啊，这边的话永恩跟杰哥有想法直接过来吗，大招我有护甲鞋呀、啊、开大招回血，哎这边的话我们直接撤。我看杰死了刚要反打，永恩一个大过收了。哦我护甲鞋还没买呢，买了的话这一波应该死不了。然后这边包上路啊，先 Q 一段 W 锁住 ,Q 三段直接打死。这个石头人还闪现抢人头。然后这里的话杰哥乱局之中取情侣首仪，我们先收这个龙龟，这里的话我们 EQ, 哎他跑到那边去了。这个杰啊满脑子都是对吧秀。搞不懂你在秀什么。他要往这个槽里跑，我们 Q 一段，哎这里的话他 W 好了闪现哟。我还真不信你能跑一技能一刀捅死。然后残血假装回城，这个 EZ 他果然上当了，他刚才回线上、啊、把 E 用了，所以说这一波他没有 E 技能，直接再给我们送一个人头。然后就这一波啊让我决定出暴击的，嗯，劫的话直接偷家，队友管不了啊只能我来管。这里我们先开大招啊捅一刀啊，一段 Q 二段预判，哎他不过来，这里我卡着墙啊等这个 Q 技能 CD 啊 Q 好了我刚要过血他就过来了，这直接给我整红温了，你他喵的玩的不咋地啊，跑得都挺快。我们这里的话直接追他，不过这边的话感觉追不上了，他又停下不动了，又丢了个影子，你他妈。不过这个 EZ 他应该是以为啊杰会换位然后开大招啊跟杰一起打我的，但是很可惜啊这个骚杰只会六人不会打架。然后小龙刷新啊对面过来看，我们直接上去石头人撞了个光辉，我们二段 Q, 这里的话龙龟嘲讽我，永恩接个大招光辉再射我一下，我们赶紧拉开利用这个对吧大招的回血，我直接暴毙，暴毙之后复活来下路在线啊，这里的话小地图看到杰哥在里面，我们锁一下他二段 Q 了啊，我们这边赶紧水印秒解三段 Q 砸一下，杰回血直接被队友收掉啊，这里的话还剩个龙龟，我们直接越塔一段 QA 一下二段 Q 收掉啊，往前追这个 EZ 三段 Q 闪捅一下 W 锁一下光辉走不掉，直接 A 接 Q 技能啊再捅一刀直接收掉。现在钱的话是够做这个爆穿了啊，拿完大龙直接回家，然后杰又在线。现在的我不是刚才的我了啊，大招直接开啊 W 锁住啊 A 接 Q 技能啊再捅一刀，哎两个暴击。小骚杰还秀不秀了，你就是把我的 Q 技能全躲了都没用啊，暴击流 Q 就是用来取消平 A 后摇的。然后这个杰又来下路啊，企图通过单带啊滚经济然后后期翻盘。我跟他擦肩而过啊，他又想溜我，我们再闪现一刀啊 W 锁住，哎你叫闪了你急了啊，现在我看你怎么跑，大招挣扎一刀捅死。看到没，没有任何的操作空间。你正常出装的话啊可能不会输，但绝对抓不到他。所以像一些啊剑魔很难打的阵容啊，像那种手比较长的全是丢丢怪的啊控制也比较多的，我就出暴击流啊买个水银，大招一开闪进去开下水银，一技能 A 一下就能秒一个。然后这里的话这波团呢我们绕到后面啊一刀一千多血 W 锁 EZ 啊再一刀三段 Q 再一刀，在这个数值一出的版本啊我感觉基本上什么英雄啊都得出点暴击。你像赵信啊我也是收集者加这个爆穿，这样即便啊技能空了我们的伤害依旧爆炸。